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到频道。我们今天来继续玩《The Sims Mobile》模拟市民行动版。好，看一下哦，好像叫我们要接着完成我们人物的想做事情嘛。哇，这个火炉声音啊，大家有听到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坐着吗？不行，要三个朋友才能坐着。老天，好吧。他现在能说想要哭什么？想要去咖啡厅工作？我们可以直接去吗？还是一定要？这边可以直接去吗？可以耶，有咯。好，那我到这里就工作一下吧，跟着粉丝经理走就好了。我们一开始呢要来这边煮个咖啡，然后呢上菜。哇，这么多，好开箱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跟谁呢？这边是煮咖啡吧，来这边倒一杯咖啡咯，换成我们的咖啡师衣服，然后倒一杯咖啡。然后倒好了，然后给谁喝呢？给这位帅哥喝好了，给他一杯拿铁。我们给他喽。然后下一个呢，是不是来跟同事聊天呢？还要讲完话才能聊天，跟同事，哇，对同事恶作剧，同事好像很开心。好，完成喽，升职了呀，是等级二的咖啡师了。我们跟同事恶作剧一下，然后升职了。确实还蛮有趣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完成呢，我们这边插个桌子吧。哦，跟客人说要给我们一些建议。好，跟客人要建议哦。然后跟客人讲完建议之后呢，请客人给我们一些宝贵建议。讲完了吗？哇，30秒了。好吧，那就问一下吧。这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哦，这店里都有谁来这边呢？这边不是 Bella 吗？不是我们灵芝吗？是吧？完成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10秒。这主要这种模式啊，就是比较适合这种手机游戏吧，就是你拿出来玩一下，然后收起来，然后需要就拿起来玩一下，然后再收起来，其实还有这个等待时间。突然就是如果不要等待的话呢，就是要付钞票啦。好，完成了，完成今天的上班进度了，太棒了！那我们是否也完成我们的期望值了？有了，好，这边完成了，好，太棒了，完成所想做事情了，哇，等级三了，拿到了两个钞票，好，钞票真是不好赚。讲这说呢，我感到很有满足感啊，但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呢，需要更远大的目标。哦，所以现在要选择一个终身期望了，是一个生活的目标。那我们看一下要选什么呢？第一个期望呢是买一台咖啡机到家里，然后做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特调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是找寻爱啊，要跟一个浪漫对象、暧昧对象牵手。然后第三个呢是朋友好邻居，跟朋友聊天，我们寻找真爱吧。这个好 ，OK， 我们选这个。好，这么接着开始寻找真爱了。怎么看说我们要攻略谁啊？谁呢？谁的看着就帅？刚刚买咖啡的不错啊，还是这个呢？好，这个好了，这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们给他来一个挑逗的自我介绍，哇，挑逗自我介绍要换衣服，要穿这个露肚子叫挑逗是不是？好，讲完喽 ，Derek， 太棒了。好，那我再看一下，我们跟他自我介绍完之后呢，讲什么呢？来搭讪一下好了，哇，搭讪一下，来一个飞吻吗？搭讪成功了吗？0秒，好，成功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该讲什么呢？讲一个有点挑逗的笑话吗？先从简单的开始，不要太主动，避免吓坏人家。讲笑话还好吧，只讲笑话而已，又不是讲互相事情，对吧？哇，等级二了，好，就是哦，跟他来一个，他讲个暗示性的一个话吗？这不太好吧？讲笑话好了，我怕说吓坏人家。好，只讲笑话哦，另一下等级关系怎么样呢 ，Derek？ 好，进展当中喽。好，那是不是要来个暗示性的呢？会吓坏人家。
好，怎么样呢？怕被吓坏吗？好像还好哎，都要找一些暗示性的东西。哇，这人技术度蛮高的嘛。好，我们再来哦。啊，点错人了，是点汤。我们可以给他拥抱哎。好的，抱一下看看。哇，成功抱到了，见面两分钟人抱抱了。好看，我们角色也是魅力无法挡啊。好，有前途有前途，顶一下就顶一下。然后我们跟他再来一个抱抱吧，抱个两次再亲好了。诶，那么完成我们中心期望了吗？没有吧，这是要牵手。可是我刚刚怎么看到牵手这个选项？好，看一下哦，没得牵手。牵手在后面吗？这里。哦呦喂，是最后才可以牵手。这牵手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互动就对了。需要超级无敌超级无敌的熟，超级无敌的爱对方才可以牵手。可是呢，刚认识两分钟可以抱抱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好吧，是不是还是一下亲吻？哇，亲吻啊，亲吻很夹了。好，感觉不错哦，这个是国际礼仪，所以还好，完全没有牵手那么的浪漫啊，是吧？好，是不是再抱一下呢？嗯，点错人了，得要Bella了。Bella去挡一个地方。好，哇，还可以亲脖子哎，这是种水果的意思吗？怎么感觉亲的位置一样？脖子是这里吗？哦，这一样，国际礼仪绝对没有牵手那么深入的。好，就点一下咯。然后呢，哇，还可以亲热一下。好，试一下吧，怎么样呢？这位 Derek 可以接受吗？好像可以。隔空讲话，隔空亲热。好，完成咯。再看一下什么选项呢？又是亲脖子。好，再亲次脖子吧。有些选项好像要家里才可以做哎，可以邀请他回家吗？好像也不行，对吧？他这写说呢 ，Jerry 需要在家里才能对他阐述对他的吸引力。好吧，只能靠拥抱跟亲脖子，很亮点哦。好，这边就是亲热一下。啊，还是我们太饿了，无法讲话了，必须吃东西，然后又没有能量。这可以吃东西吗？咖啡厅不能吃东西了，好可惜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了。好，那我早就回到家了，我们先吃个东西吧，肚子饿啦。我们吃个快速的餐点，十秒钟，哇，超级战斗餐，吃什么东西？苹果。哦，剩三秒了，快点快点快点吃完，剩一秒，好，不准吃了，时间到。好，有饱了吗？看一下，怎么饱呢？一点点，哇，完全饱哎，十秒苹果。好，那有点疲惫了，需要睡觉一下，还是跳个舞，先补充点虚位值好了，来这边跳舞。幸好目前的行动呢都不需要消耗太多的时间，那就讨厌了。哇，这音乐不错哎，就让你想动起来的感觉。好，跳一下吧。然后跳完之后呢，是不是来睡觉啊？又不能坐着休息，只能到床上睡觉吧，应该是。哇，睡觉才两分钟，好久哦。要睡吗？还是等一下？也邀请朋友来家里吗？不知道哎，看一下。目前的能买的只有冰箱，已经有了。这边呢？哦，我们可以买咖啡机了。可以买了吗？不行，要等级三，要等到我们咖啡师的职业等级到等级三，目前等级二。好吧，我们只有什么不能买啊？所以我们是要牵手。真是的，牵手这么困难，我们种水果了，专门牵手，是吧？也不邀请人家回到家里，那我们可以做什么？顶油桶。好，看一下哦，能不能邀请 Derek 过来呢？可以跟他社交。哇，出现了，这么方便，点他一下，马上出现在自己家门口，这个也太方便了吧？他来了，有了。好，我们跟他来一个阐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意好了。哇，
所以开始约会意思吗？应该是。好，叔叔来这边呢，一起坐着，然后互相的靠近一点呢，还有在沙发上面烤火炉，完成了，这么快。然后呢，跟他，哇，可以来一个，来个法式亲吻哎，好馨香，你看有多法式呢？哇，超法式的隔空亲吻，那我完成了，完成我们的算是产生对他的爱慕之意吗？算是另类的约会吧。哇，像 Derek 是我们的暧昧对象喽，浪漫对象。好，他要走了吗？哇，可以牵手了，终于，各种水果都中了，连这个法式隔空亲吻都做了。好，终于可以牵手了。结果你们还是隔空牵手吗？真的。好吗？其实这也是用心灵沟通，这是最高等级的爱。好，我们什么终身期望了？太棒了！好，我们可以收集我们的快乐点数了。那这写说呢，当你收集越多的、完成越多的生活目标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奖品。那尽量在退休之前呢，完成很多的目标哦。好的，那下一个盲选什么呢？选飞吻吗？还是要选交个朋友好了？哇，这个是跟人家吵架哎，不要好了，还可以工作的，到我们的工作地方呢，做一个很完美的拿铁，这感觉不错哎。可是像刚好对焦躺边，是来个飞吻呢，心下吧。哇，等级四了，又拿了2个钞票了，有17个新东西，好看一下哦，有什么新东西？哪里？一台冰箱，说好的是7个新东西，好，可能是下午还算是教学模式吧，只要不让我做其他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喽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，请帮我一个赞，分享留言，还有别忘记订阅接收最新消息哦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